女星为戏搏命，险出意外。拍这个戏的时候，其实有重到94公斤，吊钢丝的时候来了一整壮汉哦，年轻壮汉。哦，火先放，我们赌一口气，这样子冲出来，差一点点就被烧死了。TVBS 欢乐台自学频道晚间9点，女人我最大，闪时尚。